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毒。好啦，咁当讲到关于我同权威呢一个喺我哋嘅角色当中，慢慢已经揾到我哋自己嘅身份同埋我哋应该要做嘅嘢嘅时候，其实系真系喺嗰段时间喺我同佢身上所拥有嘅恩赐啊。咁当然咧，就最主要就好似呢一节经文啦，就按着正义分解真理嘅毒。我以为呢一句先攞命，可能你从来未听人讲过呢一种嘅字眼去形容呢个攞命啦。就因为呢，其实是当时在香港，即是这班丧生病狂的牧师啦，即是现在因为30年后我都可以睇返回味返。其实因为当时来讲呢，个个都乱噏的咋嘛。就算所谓读神学那些呢，他们会死读，但他们不会查证那个人讲得啱唔啱。好啦，就算他们查证人讲得啱唔啱，他们根本完全未装备到有圣灵呢，是可以带领他们进入主耶稣基督这些真理里面呢，去找到正確的睇法。咁所以变咗呢，权威当时就见证到一件事啦。除咗呢我嘅讲道呢出现咗之后呢，影响好多，因为我即係当时諗下饭都冇得食，即係其实我边有咁多所谓咩阴谋啊大背景啦、啊。但呢个讲道一出咗之后呢，就开始出现一个好普遍嘅现象啦。最早呢现场听到我讲道嘅人呢，就开始有呢啲嘅现象，就好似权威佢哋咁样啦。咁当然权威是表表姐啦，咁其他好些呢都即係吹之若傲咁嚟听分享啦，因为佢係未听过其他地方即係有咁嘅分享㗎，就係、是、因为按住正义分解㗎嘛。咁当然神嘅话语按住正义分解就一定唔闷㗎啦，一定神嘅智慧简直係好吃香㗎啦，係咪？咁但係问题呢，当我哋开始教会之后呢，就我哋做咗第一步呢，就係、是、开始送带啦。就因为呢个嚟自就係我逐样 check 就发觉，咦，根本原来带唔能好似 Kenneth Copeland、 Kenneth Hagin 咁样是卖的喎。当你卖的时候呢，因为当然啦，我们第一篇信息就是讲一路去分享，就是讲最长最详细的，就是讲天国比喻啦，是咪？咁里面当然有讲圣灵啊、祷告啊好多，但最主要第一篇长的信息呢就是天国比喻啦，就讲失踪啦。咁所以嗰时呢，于是乎就出现一个好严重问题啦，就是我们的带呢的影响力呢，大家听过我的信息都知啦，是几咁大呢。但是当时我不知道呢，原来是有个什么问题。个问题就是，就算连好多那些教会的牧师呢都没想到呢，就是我的信息会对他们的影响呢，原来是这个层次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一直以为呢，我这些的信息呢只是带一个新的明白给他们。但我不知道呢，是我为他们打开了新的世界。一个新的世界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些牧师才真正经历过。因为点解咧？因为好多人听咗我信息之后咧，就翻去问佢哋个牧师啦。咁当然呢个问题就系在我嚟讲好简单啦。即系如果有人讲得更啱，梗系佢啱啦。我通常都系咁多年代，边个讲合乎圣经嘅就一定佢啱，我一定系错啦。如果系咁啊，即系如果我唔合乎圣经，一定系我错。但系嗰啲牧师唔系咁嘅，嗰啲牧师就佢嘅利益先至系啱，真理都系错嘅，圣经都系错嘅。所以变咗咧，有个好严重嘅问题就系咩咧？就系嗰啲牧师咧，开头就惊啦。因为啲人问返佢嘛，佢唔识嘅嗰啲讲亲任何日话提亲嘅任何题目，讲緊个题目简单到就是主耶稣个名啦，咩叫信心啦，甚至咩叫浸礼啦，嗰啲牧师竟然呢有啲做咗几年，有啲做咗几十年都唔识嘅，根本佢唔识嗰样真理系乜，因为佢从来唔 check 佢嗰个，即系呢一啲佢觉得边有神边有咁嘅资格俾佢 check 圣经啊，系咪？即系佢哋大把时间去梗系做其他嘢啦，系咪？但系而家当啲人问返佢咧，佢就开头以为咧。同佢哋拗说服佢就得㗎喇。有啲就知道真係自己唔识啦。但係就算唔识呢，佢哋都做咗一样嘢。就係佢以为呢，单凭空口讲白话呢就可以使嗰啲信徒呢去信服。但係呢佢错咗喇。因为点解？因为我唔系讲咗个新嘅解法俾你。我打开咗个新嘅世界。佢唔知佢嘅信徒呢听咗呢啲经文之后呢，跟住个经文回应佢哋，神嘅话活啦，神嘅话竟然活起嚟，就係话当佢哋做呢啲嘅时候会有神迹。明唔明啊？
即系佢哋冇法理解，佢哋净觉得咧，佢当然唔知道，直情原来我嘅信息系打开咗个新嘅世界，导致佢哋真系有机会重生，所以变咗佢哋经历咗好多呢啲嘅神迹，好多呢啲佢祷告蒙应允。于是乎咧，佢哋冇话解释呢样嘢咧，佢就话入华洗脑，帮佢哋洗脑，咁都得喎？哇，洗脑我都唔觉得你啊嘛，嗰人翻得你教会十几廿年吓，听咗我哋几饼带啊，点洗脑啊？系咪？佢甚至听过几饼带嗰啲听一次啫，系咪？但系就系咁丧心病狂。他们为了利益他们就这样做，所以大家就明白为什么藉着这个机会最后呢双水事件，哇，无论香港或者马来西亚新加坡啊这些地方都拿我们的港老大出来烧嘛，全部拿出来烧嘛。那你能够想象，因为怕了，他想着哪可能啊，即是区区一个港道可以改变人家的生活习惯，甚至改变人家的同佢牧师之间嘅关系咧，咩牧师以前讲乜佢哋都听噶嘛，发疯佢哋都信噶嘛，咪？但系点解而家讲嘢即系就咁斋噏，佢哋唔信咧？因为佢唔知道就系当啲人去听得真正神嘅话咧，神嘅神迹奇事随住所讲传嘅话，咁所以变咗咧，就于是乎咧，呢带越送越多咧，就 feedback 翻嚟有几样嘢啦，就系咧绝大部分嘅教会咧。在一开头的时候呢就觉得冇可能的，你送带冇可能的，你冇可能送带免费送出去的，你维持唔到的。好啦，但后尾呢佢唔系问你维唔维持到的。然后开始讲呢，你可唔可以唔送带呀。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心热诚不经惧挑战，愿竭力于天路快跑，奋力冲前。心未尝怕千万转变，跟主却终一生终结得永生冠冕，现将一生光阴所有的气息全呈现，不管风雨，不管波折，情不变，要放开主挂牵，仰望主是人现，跟主纵直昂步只望前，或许沧桑转变，星宿纷纭地而万千。世事乍变，或有地而改了万变，心中始终惦记，敬拜侍奉坛前，坚守主真理到达最终，和我主相见。